那今天呢，我们来了四位时尚小达人。首先呢，就先请我们的宝宝们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先从男生开始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刘爱文，我今年7岁。哦，你好，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你说错了，你是8岁。你怎么知道他8岁啊？是他告诉我的呀。那你叫什么呀？我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 Eric， 我5岁。Eric， 那我们女生呢？大家好，我叫 Sherry， 我今年13岁。大家好，我叫 Kelly， 今年也13岁。13岁，2个13岁呀、啊？对呀，比你们大几岁呀、啊？你算一下。比我大5岁。比我大100岁。开个玩笑。开个玩笑哈。那我们今天呢叫做时尚小达人。那宝宝们能不能给姐姐讲一下什么是时尚啊？你说。时尚是个屁屁，开个玩笑。你很爱开玩笑哦。对，那你再说嘛，你好好说什么是时尚。时尚我也不太知道。不太知道。那艾文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姐姐们知道吗？我觉得时尚就是妈妈说穿的好看就是时尚。穿的好看。那你呢？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好看。自己觉得好看。哦，我知道。我感觉时尚这个是小牛仔好看，小牛仔好看。你给他起名字叫小牛仔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给你自己起个名字，你觉得你自己叫什么？我不用。你不用了啊？我知道，时尚应该是，如果爸爸打一个魔术，而且很帅，就是时尚吗？啊，爸爸打一个什么魔？摩斯，打一个摩斯啊、哦！你今天也有打摩斯，那你觉得你今天帅吗？每个人给我感觉我很帅，但我不感觉。你觉得还好？为什么？你一是因为谦虚吗？就低调。Come on！ 那 Evan 呢？你觉得你自己帅吗？帅。帅？那你跟 Eric 比，你们俩谁帅？我。不，我。我。好。那你这样，你们两个互相夸奖对方一句，好不好？啊，他的头发很帅。啊，他说你头发很帅，你觉得他呢？我感觉你什么地方都帅。哇，你真好会聊天啊 ，Eric。那你们夸夸姐姐吧，你们觉得今天两个姐姐漂不漂亮？我感觉那个中一点的有点。啊，就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黑色衣服的有点。哦，黑色衣服的有点漂亮啊。你害羞吗？害羞？害羞什么意思啊？害羞就 feel shy， 就是当你看到美女的时候，你会 feel shy 吗 ？No。Yeah, a little bit. Yeah. 你现在是在 shy 吗 ？Shy？ Not really. 我只是见到大美女会有点。Oh, OK， 那你觉得他们俩是不是大美女？我感觉那个坐在你旁边那个有点大美女。哦、怎么样？姐姐们会不会很害羞？脸都红了，大美女。那我们两个姐姐，讲讲平时你们的学校里的故事吧。你们应该上几年级了？八年级，所以是初中对吧 ？Middle school、嗯。那现在班上的女生应该都很会打扮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学校是3年级。你3年级啊？你3年级你们班的女同学多吗？差不多，我不知道。你觉得你？我算不出来有几个美女好吗 ？OK， 那你觉得你班大美女多吗？一点点，那你想不想转学到姐姐他们学校去？因为他们学校大美女很多。Come on, that is what you go. 那你们平时在学校班上的女同学会不会都现在都比较爱打扮？会。去年还好，今年比较多。今年比较多。那老师平时会管吗？我觉得这样不会。那你们觉得你们两个在班上算是比较漂亮的，还是不用谦虚，中等？他比较中上啊，我怎么感觉？那平时在学校里，你们每天都是自己搭配衣服穿吗？还是对，这样，更想说漂亮一点去
be attractive， 还是觉得要低调一点？我觉得自己穿好看，自己开心就可好，其他的无所谓。你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对不对？嗯，那平时也是很好的朋友嘛。对。那平时你们一起上学啊，然后会不会彼此给对方一些意见？比方说，哎，你今天穿的比较好看。很多。是。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衣服好丑啊。你们会一起逛街吗？买东西？会。嗯，现在都不是爸爸妈妈带你们买，都自己去买比较多。嗯，对。大概吧。大概。对，已经是自己是个大人了，是吧？也没有那么夸张吧，就是妈妈带出去的时候，妈妈也会给一点建议。嗯。然后呢，带 Kelly 出去，她也会给一点建议。两个人的 opinion 有点不太一样。妈妈还是偏保守一点，对不对？妈妈会不会对你们的衣服有一些意见？会。一般就是我看到衣服，她说这么丑，你竟然还喜欢。我妈还好，我妈就比如说有时候大冬天的我穿个短袖出门，她就会说。你不冷吗？我都替你冷，回去换衣服。然后呢，我又回去换件长袖，或者拿个外套什么的。所以还是会尊重妈妈的意见。那班上有没有男生就是喜欢你们？我是不是不承认？怕妈妈看到？不会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所以现在班上同学之间感情还是比较纯情。我才上初中的就喜欢我。真的？你是说不管男生女生都喜欢你吗？也是他们怎么跟你讲的？就说 Eric 我好喜欢你啊，是这样吗？不，那你怎么表达出来？有很多人给我卡片。嗯， Evan 学校同学喜欢你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没有同学喜欢他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猜的。啊 ，Eric， 那你平时你觉得你在学校算是帅的吗？帅。那你给我们摆几个 pose 好不好？我听说你非常会摆 pose。我也会摆 pose。那你们两个都站到中间来跟 pose 大 PK 好不好？一二，有五个啊。然后第一个，好，第二个，好，第三个，啊，第四个。十五个吗，小牛仔？第五个。第五个我没有，你编一个嘛。好啊。Thank you.
欢穿破的裤子吗？不，我每天裤子都破。你每天裤子都破啊？你为什么裤子会破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是破了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姐姐？我有很多裤子破。啊，你觉得这个姐姐裤子破了漂不漂亮啊？会不会觉得很帅？很时髦，好像很 fashion。有。这个腿呢，破的那个小，这个破的大。你给姐姐缝上，你帮姐姐缝起来好不好 ？No， 你帮姐姐缝起来好不好？我没有黑色的布。哦，那如果你有黑色布，你会帮姐姐缝起来吗？嗯，我不会。艾文说他不会，你会吗？我更不会。你更不会啊？所以觉得破的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嗯。你觉得姐姐这个项链好不好看？项链，我呢，感觉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啊。那你要选一个，哪一个更好看？那个纹身的。哪个是纹身的？这个是纹身的。不不不，那个。那个是纹身的。哪里是纹身的？明明是个珍珠嘛。珍珠的。珍珠的。你觉得你这个围巾帅吗？我不喜欢女生围巾，我要拿掉。那今天的宝贝们呢，都是搭配高手是吧？那现在呢，就让这个四个小宝贝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他们这个搭配的水平，我们马上就换一个衣服，让大家看看我们下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第四，我准备好换衣服嘞。Yeah，let's go。哎，好，我们的宝宝们换装回来了。那我们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造型，好不好？谁先来？谁先来？从艾伦开始吧。嗯。先介绍一下你这个造型。我有一个围巾，一个毛外套。嗯，还有一个 sunglasses， 还有一个布眼镜，一个眼镜，然后一个白 T 恤。嗯，你觉得你现在的样子是像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你像谁？像谁？他像 Michael Jackson。哦，我像 Michael Jackson 吗？蛮像的。那你给你自己的造型打个分吧，你打多少分？100分，这么多分呢？啊，那 Eric， 你觉得你的，你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造型。我呢有个黑色 Mickey Mouse 的一个帽子，而且我有个蓝色的牛仔裤，和一个牛仔的鞋子。啊，雪地鞋。而且我有个灰色 T 恤。OK， 那你给你自己打个分吧。我打1000分。天，我满分多少分？100。你打1000分，满分10000分，对不对？满分10000分。哎，我满分。你也是满分。艾瑞觉得今天你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现在的样子，好不好？用一个词形容一下，你觉得是可爱、英俊、酷，还是帅？可爱。好，那么美女们，泰丽先。我是穿了一个，嘿，你忘记我了，粉红色的一个短袖一样的，然后你要配的是浅色的牛仔裤，浅色牛仔裤，所以就是比较清爽的这样子。嗯，那你觉得你今天你给自己打个分吧？满分吧。满分，非常好，宝宝们都很自信。那 Sherry 呢？我今天穿的是一个有点类似一字肩的一个中袖吧，然后呢还要配的是一个短裤，然后是公主风是吧？有点感觉是沙滩的感觉。嗯，沙滩的感觉，对，比较也是比较清凉的。嗯，它其实是有一点韩风，然后我是有一点欧美风。嗯，那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分？他们都打满分，那我也满分吧。非常好，我们今天有4个满分。那我们互相评价一下，你们两个觉得这两个男孩的造型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你两个都喜欢，一定要选一个呢，不想要得罪你们。对，他们两个各有优点。他那个衣服的牌子跟我这个牌子是一个牌子啊。然后呢，我还很喜欢他的那个毛衣啊。那Kelly觉得呢？他那个围巾比较配，还先穿的外套。嗯，然后呢，他的话那个雪地靴会比较配他的毛衣。那我们Alan其实今天打扮的蛮成熟的，然后
Eric 就是比较可爱的造型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两个觉得这两个姐姐换完衣服之后，哪个更漂亮？你们更喜欢呢？我先说好吗？好，那你先说。就是我感觉那个粉色的那个衣服的姐姐好看，因为她拿着一个橄榄球，很像她这个粉色衣服是用来打篮球的。哦，你知道的很多嘛。那艾文呢？也是粉色姐姐啊，所以粉色姐姐这一轮胜出了，是不是？她有可能下一轮也胜出了。嗯，那个 Alan， 我听说你还参加过电视拍摄啊，拍过电视和电影。那你将来长大想做什么？想做演员吗？演员和医生。想做演员或者医生。Eric 呢？ Eric 长大想做什么？我想不出来，差不多。沉思的 Eric， 你想一个嘛？你长大想做什么？想做 Mickey Mouse 吗？嘿，我又不是老鼠哎。那你告诉我们吧，你想做什么？你猜吧。我猜不到，你给我点暗示嘛。好，赛车员差不多。赛车手。赛车手，觉得赛车手特别帅，是不是？No， 因为我感觉他们的全部赛车感有点帅。哦，喜欢他们的车子。对，有几些89号啊，99号啊，我都喜欢。都喜欢。那你给你自己一个号码，你想指多少号？0号。零号，挺酷的。好，那听姐姐们的梦想好不好？那 Kelly 长大想做什么？模特。Sherry 呢？我想打排球。他打排球？你现在有打排球吗？有。有在练习。嗯，有在练习。想做个运动员是吧？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运动员可能跟美女就不太容易挂边呢。也不一定。有没有要做运动界的美女？对，运动赛场上是一种，然后呢，生活里也是另外。百变美女。好，行。Excuse me， 你忘记呀、啊？我帮你糊芦芦了哈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有个草裙的裙子。对，那你觉得今天胡萝卜更帅呢，还是你们更帅呢？我们。你们更帅啊？那好吧，那胡萝卜很难过。好吧 ，Eric， 平时你在家都喜欢做什么？家里蛮喜欢玩 iPad 的。嗯，玩 iPad。而且我学校呢，我不知道。那 Evan 呢 ？Evan 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我在家里喜欢玩手机，然后玩乐高。在学校我喜欢玩猜猜包。那 Kelly 呢？在家里的话就喜欢比较看，就是看电视。看电视。然后跟他聊天啊，视频啊。对，你们俩是好闺蜜是吧？每天聊天。那 Sherry 呢？我有时候会打球，有时候会跳舞。就是他们三个都喜欢玩手机看电视，你还好。我也是，什么没有说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小朋友们马上过新年了，有什么新年的愿望吗 ？Eric 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新年是什么年？就是 New Year。New Year， 圣诞老公会公公会送很多玩具，礼物给我们。啊，那你这个 Christmas 你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？最想要的礼物，就乐高冷扎狗就好了。乐高，乐高冷扎狗。哦、OK， 冷扎狗。Emma 呢？我 Christmas gift， 我很想跟他一样。跟他一样，就玩具是吧？我新年就是 Lego， 要很多红包，很多红包啊。这个愿望很好，很现实。那姐姐们呢 ？Kelly。我就是新年愿望，就希望新的一年一家也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康。我也差不多，我希望家人健康，然后学业进步。是，你看姐姐们愿望跟你们差很多。姐姐们，哦，对，我有个愿望。哦，你什么愿望？就是，我希望我的外婆和奶奶长命百岁，而且我希望我发财了，我希望我发财。好，那我们也希望你发财，好不好？你要是发财，你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小朋友每个人都买一个乐高玩具啊？可以，真大方 ，Eric， 谢谢 Eric。那好，那我也今天也谢谢小朋友们来到我们演播厅做客，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好玩的故事。
那今天我们的萝卜篮球说就到这儿结束啦，我们的时尚小达人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。2017汉天卫士。